啊，堅持嗰個咩啊？神啊，又係可以咁樣樣嘅，咁樣樣佢又可以咁樣樣堅持啊，又係咁樣樣。咁我堅持咧，我就會係咁寫呢、這個又啊，就咁樣樣，就等佢互相之間夾埋啲得啊，夾埋啲得就。在这里写写咁样去，咁样去，咁样去。啊，呢度呢度夹埋啲得，拍埋啲得嚟，啊，兜埋啲得。啊，咁啊，呢两个咧就系拍埋咗啦。咁啊，最后尾咧就系嗰个土字咧，你可以系一个咁样拉过嚟，咁样样，系一竖先至两。一竖先至两横，就好睇啲得。一竖先至两横，哦，一竖先至两横，好睇啲得。如果系肉，要攞埋肉咧，就咁样咯。攞埋肉，哦，攞埋肉俾佢。如果攞埋肉就系咁咯。攞埋肉就咁咯。咁你呢度咧，你可以睇到系边度提我，边度提我，啊，边度系赖住嘅，得唔得啦？一点呢个肯定最重啦。咁样样去弯弯地嘅，从轻到重，再轻翻，兜翻起，呢度就好轻啦，就系、是。就係一個遊詩咁樣樣，呢啲叫遊詩啊！呢啲啊叫遊詩，或者叫牽帶。啊、你要睇書，呢啲咁嘅誒，呢啲咁嘅賣出嚟，我、啊、你可以唔賴噶嘛呢啲。对不对？你可以不赖的，但这些就不是了，这些就真是一个字的笔画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就真是字的笔画来的。那你来这里呢，哪里是游诗呢？这里是游诗，这里是游诗。啊，你可以赖不到出来都得，啊，都得的，它是赖的而已。啊，那譬如这个字，啊，我现在今天讲一下游诗了，啊，这里就要出来的。呢度要出嚟嘅，咁呢度咧你可以出可以唔出。嗱，呢度我而家畫嘅就一定要出嚟噶嚇，呢度呢啲一定要出嚟嘅。呢度你可以冇可以有，啊，你可以有，呢、這個就係遊詩咯。呢度有個遊詩。咁咧就依度都係遊詩，包括依度都係遊詩，到依度就唔係啦，依度就一定要有嘅，係咪？咁啊有一定要有嘅，依度就一定要有嘅。好，啊，即係一支遊詩你可以出，可以唔出，或者可以唔好刻意出。你刻意出咧就會依一條遊詩就唔咩啊，唔自然啦。就會變成好似一條震震地咁嘅樣，好容易變成震震地嘅，就唔好咁嘅樣，好嘛？即係咁樣啦。